我们有一艘长长的游轮，好豪华啊。 Perfect。 这是水塔船长，让他来驾驶游轮。这里有个双层床，犀牛罗汉过来睡觉，小猪佩奇也来睡觉，还有行李要放好。一艘小船，把它挂在吊钩上，游轮还可以打开。佩奇睡醒啦，出去玩吧。佩奇来玩滑梯喽。真好玩。犀牛罗汉也睡醒了。给犀牛罗汉套上游泳圈。来玩水喽。水塔船长来到了餐厅，选一下今天吃什么。选好了，吃饭吧。吃饱喽，再到船头吹吹风，把小船拿下来，放在这里，让佩奇来驾驶。出海去兜风喽。兜风回来啦，佩奇下船。 OK。 佩奇来到了剧院，坐好吧。罗汉也坐好，开始看剧喽。看完啦，佩奇走了，罗汉也走了。 Goodbye。 佩奇要来餐厅选吃的，好啦，开动吧。摔倒了，要小心一点。佩奇要来晒太阳，罗汉也坐好。下午茶时间到了，水塔船长要坐电梯上去，到达驾驶室。准备开船出海。这是一辆警车，打开车门，警察来驾驶，出发。这是一架警用直升飞机，打开门，警察来驾驶，起飞。这是一辆警用卡车，打开车厢门，警察在这里指挥行动。关好车厢，打开驾驶室，警察上车，出发。这是一辆警用摩托车，让警察上车驾驶，出发。这里是接待窗口，这里是控制室，还可以坐电梯上楼顶观察。哦，发现了有个人偷偷摸摸的想进去商店里偷东西。
要赶紧呼叫巡逻队支援。有什么紧急情况？另一警方单位十分钟后将会到达。警用卡车出发。请检查一下。警用摩托车出发。明白。空中支援即将到达。警用直升飞机起飞。另一警方单位十分钟后将会到达。警车出发。收到。巡逻队已经全都过去了。警车到达商店，打开门，警察下车。你被逮捕了，跟我回警局。警车返回警局。到了，打开门，让小偷下车。再打开监狱门，把小偷关进去。关好门，警察在楼顶监视，不能让小偷跑掉了。首先来拼装火车，这是火车底盘，它是绿色的。这是黄色的驾驶室，装上去，再装上绿色的部件、红色的部件，还有火车盖板。火车头拼装好了，打开驾驶室，小企鹅波乐乐来驾驶火车，调转火车头，出发喽。火车是行驶在铁轨上的。接着拼装火车车厢，这是车厢底座，它是红色的。装上轮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共四个车轮子。红色的货箱装好。还有橙色货箱，黄色货箱也装上去。一、二、三，三个货物，把车厢和火车头连接起来。OK， 出发去运货喽。开车厢，让波乐乐下车休息。艾迪来上班啦，出发。再来拼装一节车厢，这是车厢底座，是黄色的。装上浅紫色的货箱，浅蓝色的货箱，还有浅绿色的货箱。这是蓝色货物，装好。第二件货物也装好，全部装好啦。把车厢和火车头连接起来，出发运货喽。点行驶，到达目的地，艾迪下车，任务完成。这就是小豆子的热狗摊。打开盖子，把面包放进去，拿出一条热狗，哇，放进机器里面，开始加热。可以
好喽。我们拿个盒子装起来。OK。可以拿走啦。猪爸爸说他想吃热狗。打开机器，放入面包，拿上一根热狗。哇哦！把热狗也放到机器里，盖好盖子。开盖，做好喽。看起来就好好吃啊！热狗来喽！非常美味。猪爸爸走了，小猪佩奇过来了，他也要吃热狗。打开盖子，把面包放进去。拿上一根热狗，哇！放到机器里面，盖好盖子，开始工作。做好了，拿出来，快给佩奇吃吧。OK。吃热狗喽！好香的热狗！佩奇也回家啦。猪妈妈也想吃一根热狗。同样打开盖子，放入面包，拿一根热狗。Great。也放进去，开始制作。做好了，新鲜出炉的热狗，猪妈妈快尝尝。太好吃了。猪妈妈也回家喽。现在是直升飞机小爱，顶上有螺旋桨，可以变成医院形态。小爱拿着药箱过来准备工作了。长颈鹿要来体检，先测量身高。哇，好高啊！测量好了，再来照 X 光，一、二、三 ，Cool， 拍好了 ，Good。小爱来帮长颈鹿检查身体，没有问题，长颈鹿回去吧。哦，糟糕，小象受伤了。把医院变回直升飞机，出发去救援小象。小象快上来，飞回医院。到达医院，小象下来。小爱快帮小象检查，是小象的腿受伤了，到病床上躺好，来打点滴治疗，再拿一瓶药。小爱推着轮椅过来了，让小象坐上轮椅，回家去休息吧。把医院变回直升飞机，起飞。这是机器人小爱，开始变形，收起左臂，收起右臂，
合并双腿，升起尾翼，弯折双腿，收起来。小爱变成了直升飞机，起飞。让小爱再变回机器人形态，伸出左臂，再伸出右臂，放下双腿，然后张开，收起尾翼，小爱变回了机器人形态，出发喽！这艘就是海盗船。海盗船有船长、舵手、水手，摆好桌子。船长在这里指挥，舵手来开船，水手站在船头，出发去寻宝喽！停下，水手用望远镜看看情况。水手正在用望远镜查看前方，哦，发现一箱黄金。报告，有黄金，但是有鲨鱼，我去赶跑它。船长来到船头，开炮，鲨鱼被赶跑了，船长下去吧，把黄金抬回去。抬回来啦，打开地库，把黄金藏进去。哈哈，可以吃顿大餐庆祝一下了。打开餐厅门，船长过来啦，摆好桌子，舵手也过去，来到餐厅啦，还有水手，快站好吧，开始享用大餐啦。船继续航行，这辆是消防车，有两名可爱的消防员，一名消防员坐副驾驶，另一名坐驾驶位。打开侧板，里面有消防工具，这边也有灭火器之类的工具。消防车上还有可伸缩的云梯，消防员可以在上边灭火。房子着火了，消防员快上车，收回云梯，出发去灭火。到了，消防员下车，坐上云梯，升起来，开始灭火，大火被扑灭了。消防员从云梯下来， OK， 坐回驾驶位，返回消防局喽。这就是今天要用到的洗碗机，打开门，拉出篮子，放入一个碟子，两个碟子，一个碗，两个碗，推回去，拉出上面这层，放入一个杯子，两个杯子，好了，关上门，开始洗碗喽。
东西拿出来吧。 OK， 洗得好干净。 Great。 还有下面两个碟子，两个碗。关好门，来做汉堡包，放上菜叶。哇哦！牛肉，面包，汉堡包做好啦，放到碟子上，端走。还有个蛋挞，也放碟子上，把蛋挞切成两半。好了，端走吧。端给佩奇和猪爸爸吃。 OK。 佩奇吃蛋挞，猪爸爸吃汉堡包。吃完啦，把碟子拿去洗，打开洗碗机，把碟子放进来，还有菜板，上面这层放篮子、抹布、碗、刷子，推回去放好，关好洗碗机，开始洗啦。洗好啦，把东西拿出来，洗得好干净啊。还有上面这层的刷子、碗、抹布和篮子，还可以洗菜胶，放进去，西兰花、柠檬，关上门，开始洗喽。洗好了，把柠檬拿出来，西兰花拿出来，还有菜椒。这辆就是我们的变形房车，打开它，出来野营喽。房车里有马桶、洗衣机，小男孩要来上厕所。上完厕所记得要洗手哦。洗干净了，打开洗衣机，妈妈过来洗衣服。洗好了，把衣服拿去晒吧。摆好沙发，还有桌子，爸爸过来睡觉。摆上灶台，还有冰箱，放好炒锅、汤锅，妈妈过来做饭了。先打开冰箱，拿点菜出来，拿好了，关好冰箱，开始炒菜喽。炒好了，摆好椅子，小女孩到座位上坐好，还有小男孩，
叫爸爸起床，我来吃饭啦。妈妈也来吃饭。小男孩吃饱了，在沙发上坐好看电视。小女孩也来看电视。妈妈要来烤蛋糕，打开烤箱，把材料放进去，开始烤喽！烤好啦，把蛋糕拿出来，关好烤箱，摆好桌子，把蛋糕放上桌子。爸爸过来啦，小男孩也过来啦，还有小女孩，吃蛋糕喽！野营结束，回家去喽！打开盒子，挂好勺子、菜刀、锅铲，再放好汤锅，还有炒锅。猪妈妈过来炒菜喽！拿一条鲤鱼，先把它切开，可以拿去煎啦。把鲤鱼放到炒锅里，开始煎。鲤鱼煎好啦，倒在盘子里，猪妈妈把它拿走。小猪佩奇要来炖汤，拿一个西红柿，把它切成两半。好啦，再拿一根玉米也切开，切好啦，把玉米和西红柿放到汤锅里，盖上盖子煮。汤煮好了，拿给佩奇，佩奇要去喝汤喽。小猪乔治过来炒菜，一根胡萝卜把它切断，好啦，还有一顶蘑菇切成两半，切好啦，来炒蘑菇和胡萝卜。炒熟啦，倒盘子上，乔治拿去吃吧。来切个西瓜，切好了，再切一根香蕉，好了，猪妈妈吃西瓜真好吃，再吃香蕉，很香甜。切个芒果，好啦，再切个草莓，切好了。小猪佩奇吃芒果，好香啊，再吃草莓，酸酸甜甜的。来切哈密瓜，切好啦，再切个橙子，好啦。小猪乔治吃哈密瓜，好好吃哦，还有橙子哦，好甜的橙子。猪妈妈来炒菜喽，开火，先等油烧热，然后放入牛肉，
玉米，给它煎一下。牛肉翻面，玉米也翻个面。撒点盐，煮熟啦，关火。拿盘子把玉米盛出来，牛肉也盛出来，拿给猪妈妈吃吧。吃饭喽！先吃牛肉，再尝尝玉米。太美味了！猪爸爸也来炒菜吃，把油烧热，放上栅栏，来炸鸡蛋，还有薯条。撒点盐，继续炸。炸好了，拿出来吧，好香啊，给猪爸爸吃喽。很不错哦。小猪佩奇也肚子饿了，开火热油，放一条鱼，还有菜椒，开时间啦！给鱼翻个面，菜椒也翻面，差不多啦，撒上盐。拿盘子盛出来，拿给佩奇吃吧，开饭啦！太好吃了！